年代什么样的歌曲？西湖春。对，因为其实今天我本来是不打算带这件衣服的，因为昨天晚上碰到成都，我穿给他看，他说哇你好胖哦，我都不敢穿出来。对，因为也真的是来到美国比之前可能胖了十多磅，真的，所以我自己也没有自信哈。可是减肥呢又不知道怎么减，因为我很喜欢吃东西嘛，那我又想吃又想减，每次吃的时候我就想啊，吃完这顿然后再减肥吧，然后等过了对，过两天，然后就想着还要减肥，然后吃的时候还是忘记。大家给他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待会儿希望我们在座的听众朋友，如果有什么减肥特招的，待会儿可以在那儿跟我交流一下心得，好吧？啊，那么接下来是由西湖春送给大家，谢谢。Okay.